要聯邦嘅，即係冇二聯邦啦，即係冇三聯邦，即係冇咗噶啦。因為我都去過，譬如呢一個將軍澳有一間叫劉德，即係有家長住將軍澳嘅，冇嘅。OK， 嗰間劉德小學咧，就係呢一個曾經有一年咧，因為收唔夠生，咁因此咧就轉咗做直資，因為如果佢係佢。